艾莫，在忙啊，累不累？一定要早啊，今天是5月20号呀。快去换衣服，我们去拍照。拍什么照啊？拍什么照？一会儿就知道了，你快先去把衣服换了，好吧？葛师傅，要忙完了吗？要快了是吧？辛苦你了啊，辛苦你们了。贝基，在忙吗？哎，来了，贝基，我想借你家的那个户口簿用一下，可以吗？谢谢啊。哎，你带在身上了？你早就准备好了是不是啊？啊？怎么了，贝基？交给我了，你放心吧，你放心，贝基别哭别哭，你放心，阿耶莫和我不走的，阿耶莫和我会在这里照顾你的，别哭呀别哭呀，贝基，我那个贝基啊，那个阿耶莫和我在哪里你就在哪里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们不会离开你的，好不好？你放心好吗？好了，别哭了别哭了，把眼泪擦了，放心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照顾好阿姨莫的啊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和阿姨莫先去，先到城里面去了，我们就很快就回来，好不好？嗯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嗯嗯，好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。葛师傅辛苦了啊。哎，看好了吗？啊，那我们走吧。啊，行。那葛师傅你先忙着，我们下街去了啊。